听见这海水拍打的声音啊，海水拍打的声音。现在我已经到达黑海，到达黑海 ，Black Sea。这边的话呢，我在的这边是只有这个礁石了，是没有海滩的啊。前面也是没有海滩的，海滩只有那边那一块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海滩啊。我回去的时候会看一下这个海滩的，因为海滩太小了。这个点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最佳的一个晒太阳的时间，我先去前面走一走。